位置咧喺西贡区将军澳呢度咧，有个叫日日食粮嘅街市啦。呢个 mall 咧原来叫做 The Paradise Mall 啊，有少少落雨添。好啦，咁啊开始行啦。可以上扶手电梯嘅，咁呢一度咧就有咖啡啦、居酒屋啦、补习社啦、中医美容，兴趣班啊嗰啲咁嘅嘢啦，咁啊行过少少咧，已经 pop walk 嚟噶啦。我最初以为咧呢一边都系 pop walk 嘅部分啊，所以咧我刚才实已经拍咗一条片，啱啱 delete 咗啦。咁啊希望重新嚟过啦。咁啊 clarify 翻，其实原来咧呢边同嗰边系两个商场嚟嘅。Beauty Mix 美容铺啦，跟住有啲兴趣班啦，居酒屋，E6 Cafe 日本酒专门店，咁呢边咧一阵间先过去。这个呢就是他们的住宅，原来我刚才读错了，不是 The Paradise， 是 The Parkside 啊，我呢对眼有些问题啊， The Parkside 啊，原来是读错了，三元食铁板的 KOI，咁望埋呢边啦，日日食粮 ，day day fresh。咁日日食粮咧，咁啊，唔系净系呢度有嘅，乌溪沙站啦都有间。另外仲有噶，我唔记得咗喺边个位啦。初心食点心，五线放题火锅，哇，有象拔蚌噶噃。啊，过少少仲有铺头，原来。有个 salon， 系啦。咁我 confirm 一下呢一边唔再有铺头先，跟住先再上上高。唐俊街，冇错啦，呢边冇铺头噶啦。咁因为咧呢一个商场咧，你可以咁讲，咁啊规模比较细啦。咁刚才都拍摄时候咧，已经系俾唔少人望住噶啦。咁除咗扶手电梯之外咧，呢度仲有另一个出入口嘅，日日食粮。咁又有寫啦，
往美食广场、干货区、鲜活街市。咁上一嚟之后咧，咁啊有架 lift 嘅。上一楼街市、干货、木马工房。木马工房咧系一个 food court 嚟嘅，咁啊架 lift 咧都几靓仔嘅。一出到嚟啦，有两部夹公仔机 ，band 歌米线，呢个新蒲岗都见过一间，齐柏林热狗。外婆食口水雞，嗰邊有間食 kebab、pizza、burger， 咁啊依兩間鋪咧似係結咗業啦。Kai 唔識講啊，係一種新興嘅。嘅食品嚟嘅，韓府家食韓國嘢啦，呢間食西餐嘅，側邊咧有啲兒童遊玩嘅東西啦，新年擺設，呢個電視機咧。好靚仔啊！大大個木馬工房，跟住咧就係乾貨區啦，賣花啦，水電工程，集運。行到尾咧，去翻 band 歌米線嘅，東南亞市場，中醫啦。另外仲有幾間鋪啦，佢係叫 Monkey Home Online Store， 咁即係咩都有得賣嘅。跟住咧就到依個街市部分啦，有賣生果、賣蔬菜、豆品、凍肉、海鮮。雜貨鋪，依家賣豬嘅，咁啊冇開。賣菜，呢度咧點解冇開嘅咧？賣凍肉嘅似係，呢度咧好幾間鋪冇開啊，靚菜站冇開，生活工房都係冇開。咁另一間賣魚嘅啦。叻叻豬，有間賣牛肉嘅都冇開，豆品賣豬賣雞，咁啊賣啲宵夜食用嗰啲醃製咗嘅肉啦，咁啊蔬菜啦，好啦，咁有扶手电梯嘅，落翻去。
看来呢买餸可以储积分换呢啲嘢嘅。The Parkside Mall， 刚才读错咗，真係非常之抱歉啊。咁日本酒专门店呢度呢刚才行过啦，而家呢反方向行多次。有间咖啡啦，居酒屋啦，咁美容屋啦，兴趣班又是美容屋啦，兴趣班呢度呢音乐好大声啊，又是兴趣班。咁啊，路嘅一间中医咖啡店，卖酒嘅咖啡店。差唔多啦，客户服务中心啦，日日食粮，好啦，差唔多啦。咁行翻出嚟咧，呢个系一个停车场嘅位置啦。离远望多次 ，The Parkside Mall 上边系咁样样嘅。好啦，咁呢段片呢嚟到啦，咁多谢大家收睇，我哋下段片再见啦。拜拜。